Contrex, mon partenaire minceur.互动广告在这一堂课里面呢，整个核心有三个，对，第一个设定场域，刚才我们讲过了啊，第二个形成特定的行为，第三个自行获得理解。再强调一遍，整个分析的重心，整个分析的重心在于你能看出，哎，它让受众创造出什么样的行为啊？因为人在行为过程当中，最容易产生一种特定方向的自行理解啊，就是刚才我们骑脚踏车跟矿泉水就有关，对不对？啊，你刚才用手滑下去，信用卡跟捐钱有关，对不对？啊，你的行为，你怎么样思考，创造特定的行为？那是因为这个特定的行为最后可能会指向一个受众要自行理解的东西，受众一旦自行理解，受众就进入到一个被说服的状态，广告就是一种被说服的状态，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整堂课呢，在这个地方形成特定的动作，你在答卷的时候，这个地方一定要讲清楚哦，特定的动作是什么？所以你认为这个动作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理解，谈广告就没有意义啊。这个去处理啊，就是说等一下我们就说你在写作的时候要这样子，一照的顺序写，一二三，这是你期中考的时候嘛，小考的时候我要你要求的顺序，不要给我看图说故事啊！哈、哦，看完就开始这边自我讲故事哦，就是很多人玩得好嗨哟、哦，好开心哦，然后他就理解了什么，都你自己在讲啊。理解了什么是跟行为有关，你要从行为跟他最后理解之间的逻辑关系推出来啊，就跟写 JavaScript 一样啊，那是一个合理的逻辑推理过程啊，不是你看完我认为啊，你哪个冲啊？啊、哦，所以这是一个。大学的训练就要这个地方啊，千拜托万拜托，为了你好啊，一定要想一下，对他的行为是什么行为，这个行为如何产生一种什么样的理解啊？就像这个例子啊，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四目相望，这要理解什么？我爱你，你爱我，不然呢？吵架吗？还是要离婚？不会吧？对不对？行为跟理解之间其实是要一个合理的关系嘛啊，这你要论述的。但这一堂课的难度，等一下我们要讲。一开始最大的难度在于，我们有一个场域的设定哦，像之前看各位看的 Piano Stairs 啊、哦，有地铁一个场域的设定，然后它透过钢琴键的设置，以至于它产生了爬楼梯的行为。既然这个是核心啊、哦，特定行为是核心，怎么创造特定行为？怎么创造特定行为，就变成这一堂课里面最具有挑战性的地方。你如何让一个人产生特定的行为？我们刚才看 Piano Stairs 爬楼梯，刚才看那个喝矿泉水的骑脚踏车，对不对？它都设定好了，让你能够产生行为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各位要想的，为什么我的场域设定跟特定行为之间的关系啊，它如何构成一个合理的逻辑分析的关系？这只是前言啊啊！等一下我们要讲刚才你看的两个范例当中，一个没有讯息的介入，一个有 information 的介入。因为这一堂课上到最后，你很容易颠倒了，你又开始在做讯息的广告哦。老师，我这个讯息好棒哦！对不起，这一堂课跟任何讯息无关。讯息只是场域啊、哦，场域设定场域的一环。讯息只是设定场域的一个过程跟元素。我不是要透过讯息来说服你，讯息只是设定场域的一环。透过讯息的帮助，如何让受众产生行为，才是我们所要去讲的啊。哦，这个地方呢，你可能还搞不清楚，没关系，我们再来看刚才讲过的这个例子，对不对？哪个例子呢？是那个，是吧？我们再来看一遍啊。
滑，对，我们说场域啊、哦，在一个看板之前，它就是一个场域，再过来，它让它产生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是手滑动作，不要小看这个滑动作。你有滑这个动作捐款，跟没有滑动作捐款是差很多的啊、哦。至少它让你产生一个行为。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行为怎么被产生？在这个范例里面，它是不是透过很多讯息的帮助？哈、哦，有一个电子看板，电子看板里面呢有很多数位的讯息，对不对？有手铐的啦，有饥饿的啦，它透过讯息的介入，让你完成一个动作。这正是所谓的资传系的啊、哦，或者其他数位讯息得以介入跟帮助的地方啊、哦。讯息很重要，但不要忘了，我讯息只是辅助整个场域建制的一环。我讯息是为了让它产生手往下滑的行为，我不是靠讯息的本身来产生说服跟理解啊、哦，这个地方呢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对比是什么？对比是最后这一个，这个对比，对，不是这一个啊、哦，哇，完蛋了，哪一个去了？这个啊、哦，你看啊，这个是对比的，这个就是靠讯息的本身来产生说服啊、哦，它没有让受众产生行为，它单纯的靠数位讯息来产生说服。即使是数位讯息产生说服，还是靠讯息说服，而不是透过讯息让受众产生行为啊！你看啊，虽然这个讯息很棒，这个讯息可以互动，这个讯息很赞啊！哇，好多人在看哦，但你被他说服，你对这个产品如果被说服的话，还是在于这个讯息 information， 虽然这个讯息是所谓互动的讯息啊、哦，一个更赞的讯息，它不是让受众产生特定的行为往下滑，这个特定的行为这很重要啊、哦。整堂课在于让受众产生特定的行为，那再过来是这个特定的行为跟最后你说服的目的之间的关系，我希望你捐款，对不对？我希望你爬楼梯，那这样就构成起来了，就会这样子。所以在这个结构之下，我们说资传系在这个结构之下重不重要？很重要。为什么？单纯的要靠环境的设置产生特定的行为并不容易啊，并不容易，对不对？有数位讯息的介入，然后产生特定的行为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容易被发想的啊、哦。但你要注意哦，我们教那么多年啊，同学在这个地方都会弄错啊、哦。你要注意的是，我讯息数位讯息所产生的特定行为，所以最后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特定的行为？还是把行为拉出来哦，所以行为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自行理解啊、哦？自行理解很重要，一旦自行理解，就会进入到一个自我说服的状态啊、哦，自我说服就很重要啦，人。